US is printing money every day. 3-4个月用一个 trillion， 他 P 一个 trillion， 他又用一个 trillion。你拿3-4个月来出 trillion， 你不是 billion 吗？就是每一天你不是 P billion 哦。因为一个 billion， 一个 trillion 就是1000个 trillion， 1000个 billion。像你印 billion， 印 billion 啊 ，doesn't mean that 你印 billion， 美国他要印钱，他都要时间啊，他要买纸，他要人，他要工厂，他要店，他要地方，然后印了那个钞票出来，他还印钱，印钱，印钱哦，他有我们叫做 M0、M1、M2、M3 money supply。真正的印钱，整个世界不相信，你们可以完全人可以谷歌的。你开那个啊？啊，我是开了 live。你不相信 ？Mark 2017吧。Mark 2017。因为 10% 它 circulate， 90% 是 transact。如果来讲是 about 10% 是吗？10%。你们谷歌这个东西，你明白啊？世界只有18%美金在外面吧？真的不是搞笑的，不对，不明白这些所以真正的钱是什么钱，我跟你讲，真真假假你分不出。所以讲没有钱的人继续没有钱下去咯，没有办法的，因为你根本都不是在这个领悟，你是在服务住有钱人。所以很多人他不明白，他以为啊有钱身上有一点50000、100000啊，出来穿个背心，有安公家可以出来讲笑话，敲一下脚，在那边吹水一下，你懂吗？然后有本事买一下 Rolex 戴一下，然后你就心里想啊，你要怪了，几多东西在这个世界啊，几多东西你都不明白什么叫做钱啊。真的，我可以吃吗？你应该问我可以再叫吗？你要咩？不要咩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！不，刚才才分享，有4个国家现在啊是 currency collapse， Argentina、Uruguay、Argentina、Uruguay， 你们知道啊？委内瑞拉，今天2021有4个国家货币倒闭，我知道只有4个国家，现在目前2021，你们懂的。帮手一下写一下哈，委内瑞拉我知道，乌拉圭好像是4个国家货币倒闭是什么？货币倒闭就是人民不再相信钱，人民不再相信钱，就是没有信任对钱。什么国家？你看一下，4个国家。Sorry 啊，今天只是这样子讲 ，I mean like， 我知道是很简性的东西的，没有办法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人家就以为讲好像没有什么大事。津巴威很夸张，津巴威。Peru， 西肖啊，还是西肖？西肖 ，Venezuela 有吗 ？Venezuela 有 ，Venezuela 也有。几个国家，4个国家现在是 currency collapse。currency collapse 就是人民不再相信，不相 ，keyword 是相信啊 ，no trust， 对钱，对他们的钱他不相信了。所以当人民，连那个El Salvador也是吗？El Salvador。阿萨巴多是阿萨巴多现在用 Bitcoin 了吗？因为他们的人民不再相信阿，因为阿萨巴多现在用的是美金啊，他都从来没有自己的 currency 了啊，所以阿萨巴多他就是不要用美金，怎么不要用美金？也不知道你知道吗？他不要用美金，因为美金全世界只有18%罢了，美金讲他印象多，中国就不要靠美国了，因为做什么？美国根本都不想要再印美金，所以讲。很多人讲美国会烂，美国不会烂，是因为他根本都没有印美金，他是用电脑。这个我们讲这个，El Salvador， 你去 check El Salvador 是用 US 的 ，El Salvador currency 是 US dollar 来的。El Salvador 那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钱，因为他的人早都不相信他的国家的钱了。El Salvador 早都已经用美金了的。还有 Bitcoin， 没有美金先，没有美金了过后，他心里想 ，Bitcoin 是 alternative to 美金，可是 Bitcoin 的性质不可以拿来做 currency 的，因为你当你拿 currency， 你看啊，美金啊，我国家我可以弹回来，
你带钱进来我还看到，就是说你要带来我的国家，你要带来我的国家 OK， 好像 我现在啊，我 你不明白的话，我拿出包包我去 airport OK， 这样你要美金吗？一个国家没有美金你根本拿不到美金的嘛，因为你要去巴萨买菜你是要用美金来买的嘛。像那些阿萨巴多他有一万块美金那些啦，整个阿萨巴多身上有一万块美金，可是阿萨巴多他有田地种很多东西，无端端他有人起屋子还是卖车，比如说像他要卖车的时候，他要卖的时候那个钱哦，就是那个一万块在那边转。像现在阿萨巴多讲美国，我现在用你的美金，你可不可以哦？我换车给你哦，你拿美金给我，说的我可以在我的国家循环。我现在不是需要一万块美金，我需要三万块美金，因为我的国家现在很繁荣了。你可以给我拿个两万块美金过来吗？美国讲什么？你要拿哦，我给你电脑美金，不是。电脑美金零零零，不是 paper 啊！这样你讲电脑美金，我要怎么样拿的啊？哦，你呢要拿你的东西过来给我，我给你电脑美金。我拿我的东西过来给你，你给我电脑美金，我现在要现金。啊 ，sorry， 你要拿我的美金，你可以用电脑，可是现金我没有。他们有人查的，他讲。我要拿电脑美金跟我要拿纸的美金有分别的没？他讲你要你就拿，做什么？因为美国要给他们吃白粉。他讲如果来讲你拿到秒美金 OK， 你这一个东西你要卖给我们一块十块钱噻，好啦，不要紧啦，我们给你，你卖我们十二块钱我们都给你买了。什么？我卖给你十块，你现在叫我卖你十二块太夸张了啦！就是说，就算你这个东西是十块钱，你卖我十块两毛钱我都开心了啦，因为两八仙嘛，明白噻？什么？原本你要卖我十块，现在你可以给我卖你十块半啊，比如说十块半啊，是啊，我给你买十块半，这么价好的你美国可以。我不是拿现金给你，我拿电脑的零零零给你。哦，电脑的是什么？就是bank transfer。我 bank transfer 给你，你有看到钱吗？我在屋口那边。看到吗？看到了。这样你现在在这边吃，你现在要不要用这个钱？需要啊。这样你现在他这边接受你。电脑钱吗？他不接受了。他不接受，你传说他就不接受。我可以啊。Credit card 也是这样传说吗？OK OK OK。这还有没有看到现金？没有看到啊，传出来传真机罢了嘛。所以讲，美国美金到今天只有18仙的美金罢了。就是说我跟你讲，我有1000块，市场只有100块罢了。现金，这样。当美国这样子做这个甜头给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会用美金？因为你方便吗？对呀。像今天我跟你讲，我不要给你现金，我给你美金，用零，用电脑来给你美金的话，你吃了我白粉，因为你整个市场已经拿我电脑美金了。哦 ，OK OK， 但是没有拿到 cash 在手上。可是这个 cash 从哪里来？以前美国是要一块金，一个数目的金换美金一块，一个盎司。现在不用金，美国要怎么样印就印，因为这什么？之前很多人吃了白粉，他下不到这个白粉金，所以美国再继续用这一样东西做什么？美国可以通过他的军控制整个世界，讲我要什么？OK， 我做你们的老大，你们都用我的美金了咯，我照顾你们啦、啊。
你们有事情你跟我讲。现在阿富汗拉走，阿富汗拉走这样事情啊，很严重的。拜登整个做什么？你可以明白啊，美国听好来啊，美国是人来的，你知道吧？对。美国有300,000个人在阿富汗，年轻人去那边打仗，送去送回，送去送回，送去送回。如果来讲一个人哦，有良心的啦，你不可能送我的小孩子去那边打仗的，因为这个仗根本都不关我们美国的事，是因为你们经济的事情搞到今天这样子。以这个的角度，今天他拉他整批人走，你知道吗？美国已经打了这个所谓的世界老大，不是世界仗啊，世界老大，打了几十年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你们放心用我们的美金，听好了呀，这个东西重要。你们放心用我们的美金，我们是你的老大。他忘记了这件事情，从特朗普那一时开始已经走错路了。奥巴马还可以，特朗普讲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他错了，因为 America 应该讲 Make the Earth Great Again。 特朗普那一个东西已经早 Q 了，因为美国从他忘记了什么叫做 Redwood System， 1944年美国说服所有的人来去统一金变成世界货币。美国也忘记了1971年 Nixon 讲我们今天跟金暂时分手，可是他们没有认我们叫做坚持是他所讲的东西，就是暂时，因为暂时到今天还是叫做暂时，没有绑回去金。其实美国在1971年已经骗全世界了，把1974年骗全世界不相信他什么，他很像 British， 就是英国去到中国喂鸦片给中国人吃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不知道。British 去到中国喂鸦片，就是 Ip Man 啊 ，Bruce Lee 啊，当时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们接到中国是病人什么鸦片啊，东亚病夫。因为可以食一下鸦片，鸦片系边个嘅？系 British 带过去嘅 ，Marijuana 是给他们带去的，你明白叫什么意思吧？现在以前 British 是用鸦片来去压中国人，现在美国用 US dollar， 用电脑钞票，这个钞票根本都不存在的。说今天你要拖到美金很难了的，说中国赌蓝。他讲什么？现在我要卖 bond， 我不要了，说我要拿现金。美国讲可以啊，你拿你的那些中国有什么东西，中国有什么水果啊，什么水果也拿来，什么东西也拿来，你们的那些工厂的东西也拿来，美金我就不给你了，我给你电脑钞票000，完全将纸印过去给你。现在中国讲这样子不公平啊，这样子的话你给我000，你没有证据去印钱，我哪里知道你那个000是真的是假的，我哪里知道这个000是对我公平吗？因为我的中国的货印为了你的零过来，我的东西就过去了。像我现在在这边用一年骗一年，骗拉一年，再拉一年，再拉一年，再拉一年，拉到现在中国堵烂了。But before 中国堵烂是谁堵烂？苏联堵烂先。Russia 也是因为了这样子 ，Russia 有的 ，I mean like Cold War 有另外一个故事啊。But 不定堵烂是因为是什么？你讲几多钱？你只是给我一个电脑数字罢了。这样，他就会问。你真正的 M0 跟 M1 的 money supply 是几多？没有办法的吗？你印出来你看得到的吗？你拿旧钱来烧，新钱来印，这样就没有多加钱。一样吗？因为你拿旧钱来，洗掉了，你旧钱来割掉它吗？割坏它吗？烧掉，然后你拿新钱，因为你旧了嘛，烂了嘛，不可能生虫的钱你还拿这边 circulate 吗？所以他就这样来分，
他将来换了过后啊，将有一些人拿现钱，将10块钱只有一块，100块只有10块钱在市场，90块完全是电脑的钞票，真的没答案的。你要是明白他的操作哦，是过分。你明白他操作是过分，可是你可以得罪他吗？你不可以得罪他，因为你吃了我白粉，就是等于说好像英国人去中国喂白粉这样子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US dollar 白粉者，美金白粉者，你明白讲什么意思吗？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美金没有这么多，完全都是银行数字。所以讲到这样东西的时候，就有什么，如果来讲，你看你们不明白，你们 Google Repo Market REPO Repo Market， 美国现在收回钱最稳定的钱是 M2 钱，因为 M2 钱是人民钱，人民钱是真的是我赚的钱放在银行里面，他拿那个钱收回来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整个世界美国还是不敢玩抽的，很抽，什么意思？他印几多钱，他要给全世界人看，因为世界货币嘛，这叫 Federal Reserve。他不可以骗，他有半点骗啊，他失去信心。说美国怎么样？你讲这样子，他不是可以印很多了？不可以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叫做，可靠性了，就是人格了。所以讲你讲 Money Supply 有几多，他一定要报出来的，他不可以不报。他可以用手段，可是他不可以不报，因为世界货币是他的。因为如果来讲他没有爆出来，人家要是不相信，美国倒。可是美国可以用故事，美国可以通过事情来去说服你，可是不可以骗，因为你骗你完蛋。可是你今天从阿富汗拿金走，你怪拜登。我要跟你们讲啊，其实最可怜就是拜登，最可怜就是他做什么呢？ 你自己看，那些这个王朝有人做，对，这个江山是可赖你打回来的，你打回来的，你们两个人打回来的。现在我不在这个椅子了，我不在了啊，我不在啊，啊，你就放在这边好了，我不在啊，我这个椅子没有人，没有，你放回去这边，我没有人在这边，没有 ，OK， 没有人在这边，今天没有人在这边，就是特朗普走了，最有利的是你，还有你。因为你控制兵 ，OK， 你控制交易，比如说随便啦，乱讲一个啦，你控制兵，你控制交易，从奥巴马也是你，因为说什么你，我不敢换掉你们，因为我们守整个的，你们守整个东西，然后美国有钱人保住你，听好了呀，美国有钱人谁我们不知道，到今天他们自己都不知道。美国有钱人保住你们两个，因为你们两个要下台，他们给你侮辱，你侮辱给外面的人，外面的人跟你讲你要做，因为你懂得侮辱给谁。你说你们那两个是从奥巴马从之前那些玩意做下来的，比如说 ，OK， 就算你下位哦，未必是你要下位，是市场逼你下位。Before 你下位，你捧一个人上来给你下位，自己的，还是自己，因为我已经做到这一个的地步了。你要逼我下位，比方我下位，我一定，我坐我的位，我都已经知道。如果有一天我下位，那一个人上来也是我的人。有钱人的想法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上到位，我也会比方下位，我也知道这个人以后我上位，我要这个人。因为上位的时候，王朝还是我做，因为整个部门是我做的。你明白讲什么意思 ？OK， 现在。奥巴马做了，奥巴马做吗？对，因为只有8年嘛，对吗？说特朗普进来，特朗普出了，但是我们两个还在，你们两个还在 ，OK。说拜登进来，说奥巴马出来了，你现在要做拜登啊？等下奥巴马出来了，然后特朗普出来了，特朗普出来了，所以现在拜登来了啊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. 拜登每次忘记东西的，他不要讲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喝酒先，拜登讲。你们呀，拜登是这样的吗？71岁的老人家有些问题啊。So， 他就心里想，阿富汗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样搞的？你打仗怎么样搞？
所以你就跟我讲，趋势啊是这样，你认为拜登会相信他吗？拜登不会相信他的，因为拜登一上位有一大堆东西要他做，拜登一上位的时候，他就会有一些他身边的人嘛，对，这样他就叫他身边的人，你去搞一下克莱，看克莱讲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像白的人了嘛，所以白的人问你，你去说白他，你去给他搞点掉他，这个人就跟白的人讲，克莱可以相信的，这样我就讲好，阿富汗退啊，退兵啊，好，退兵了，还可以做的东西是这样的吗？还有几个东西烦你知道吗？你一上位就要做这些这些决定，可能是很多压力的东西，所以他做了这样东西的时候哦，那你知道今天屌了，其实啊拜登是给人家摆上台的，不可能的，因为这什么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人哦会想要上台给人家恨的，那个脑你都明白的吗？怎么样哪里有一个人总统上台要给人家屌了，跟人家玩屁股了，那肯定。所以别人摆上台啊。佢系国家主席，嗰啲做事嘅人，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特朗普的人、奥巴马的人，还是有钱人？都说白，根本没有到那个地步了的。现在阿富汗的人，可能你不明白什么东西。塔利班跟阿富汗，现在啊，重点是哪里啊？塔利班他小，他 group 很小，他要他做什么可以赢，逼到整个市场这样哦。因为塔利班哦，他控制什么你知道吗？控制麦、米。叫你讲米是什么米呢？他控制马车路。塔利班这一次赢是因为他控制马车路，他控制了很多年，弄到阿富汗很辛苦。可是他知道那，因为阿富汗没有。他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路，就好像以前罗马打仗的时候，罗马啊，奥斯曼啊，罗马啊，这些完全打仗因为了路，就他们控制路，谁能控制路，你就控制你到什么东西，你就控制的。对，你要怎么样打他哦？因为路很低，你才高长嘛。对，今天在这边顶你，明天在这边顶你，你都不懂哪里顶你，所以讲他们完全在 pocket， 他不要给你去哦，他哎。那个几多 kilometer， 你在那边等一下哈，他来的时候你炸高他，炸了炸不死啊，你们在另外一条路就炸高他，所以只是那个东西不要给他倒到就可以了。可是那条路很岭插高枪，你不知道他躲在哪里。所以讲他们塔利班赢就是因为有路，所以讲以路他们赢，这样当然阿富汗的人因为有美国，说美国这是保阿富汗。昨天还是前天，阿富汗的总统屌告美国政府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拜登屌阿富汗的总统，他讲不是我们不要跑，当我们讲要退兵的时候，阿富汗的总统跑掉，他不敢面对，他都不想打这个仗，因为我们宠坏他 indirectly， 他没有这样子讲，有理由吗？我也是听到有理由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怎么你走，总统已经给完了，我们的兵都杀过你吗？阿富汗，这么你走？昨天阿富汗的领导做赖什么？阿富汗的领导自己做赖什么？堵拦了。现在阿富汗都堵屌到美国了吗？他讲啊，我不是跑 ，indirectly 讲你们美国东西没有做好，我给人家杀死的话。不是我一个人死，我死是没有问题，可是啊要我报仇我的人啊就麻烦了，因为很多人会死因为了我，叫你赢完了咯，你明白讲什么意思没有？他讲我不是要跑，我其实是不要跑，可是如果来讲我被杀死的话，我有很多人也会死，因为他要去报仇，他屌告美国政府，他讲鸡掰，你讲我怕死，他讲我不怕死啊，过你了，你看了、啊，现在来到了，所以现在啊，拜登哦，不知道哎，他要怎么样做、啊，你知道吗？很可怜的嘛，这老家伙，左右为难，左右为难啊！你，他不是笨，他不是什么，现在搞到哦，那、啊，现在这个阿富汗这个东西哦，他问题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美国
这个又是够力了，这个东西哦，真的很够力。做梦我这样讲够力呢，啊，你知道吗？你看啊，现在啊，他问题在哪里嘛？问题是在现在每一个美国，包括美国人呢、啊，都假政府呢。我们还有亲戚在阿富汗还没回来，美国讲不怕。阿富汗的人呢是已经走完了，大利班人照顾我们，可是我已经跟大利班讲好了的，大利班讲明了飞机场我们美国人控制，讲了呀，大利班已经讲了我们飞机场美国人控制，说当美国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美国人上飞机，你们不要担心。OK 吧，快，可是重点是在哪里？马车路是大利班控制，而且 airport 都麻烦了。airport 在你们自己想 ，airport 在 KLIA， 美国人在马六甲，屌咯，马六甲要走 North South Highway 才可以转过去，才转过去 KLIA。现在怎么样走？整条 KLIA 完全是大利班。你美国人敢走啊？大利班头讲你给他过，大利班下面那些兵士，他看到你漂亮啊，他强奸你啊 ，Klein， 才给你过，你敢吗？你明白吗？他来到的时候啊，他抢掉你的钱才给你过啊，你敢吗？现在马车路大利班控制哦，现在怎么样好？说、他们在那边心里讲。美国你在讲什么鬼、我们的人现在过不到，我们敢不敢过啊？因为马车路完全大利班控制啊。没有，我已经跟大利班的头讲了，大利班的楼头讲，你为大利班每一个人拿手机 WiFi 啊，他们的恨对阿富汗的人不够恨啊，你不给他无端端有一个杀的拿一个刀插下去啊，你给我怪了、我美国给我回家，你现在放掉我，你不给一个人拿无端端从后尾插你啊！所以现在要搞到我无理取闹啊，乌烟瘴什么？乌烟瘴气啊！一乌烟瘴气呀，你明白先不？乌烟瘴气哦，这个还是不重点，还不重点，还没有，我还没有到高潮了嘛？没有到高潮，还没有到高潮。美国为什么今天是美国？因为他骗，所以啊，这个讲话会重一点，可是实实在在是讲，他骗全世界，我是世界和平家，你用我的货币，我会照顾你们。谁说的？美国啦。OK， 他阿明啦，他没有这样子讲吧？这个东西每个人都知道，我是世界和平家。OK， 你用我的美金是有我的责任来去照顾你们的安全。我们不要打仗，他们不要打仗，因为他们不要人家还他钱。他们怎么？钱是什么？钱是什么？钱没有意思的。今天我拿这个50块，你也可以拿一个50块出来的。你的50块啊，你再写在一张 plastic 纸都可以的。钱是一个信任度。对。什么叫做信任？君才是万万最高境界的信任。什么啊？君。阿密 ，OK。因为你有事我保，钱就是这样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意义。所以讲他们这种东西你在 internet 也找不到的，有些人讲，有些人没有讲，没有人敢放出来讲，因为军跟钱有关很大的事的。因为钱就是信任，可是当。人家要打你的时候，他可以不要认你的钱，就是国整个世界是我照顾的时候，我讲这个是钱，你就要讲是钱，这个就是信任。这个东西很深的，很深奥的，因为很多人不明白什么叫做钱，他们以为钱就是我爸爸妈妈讲好就好，我可以拿来换东西吃，其实钱是一个信任度。那你们不明白无所谓啦，因为这个东西那个不重要了，你要听的话，你去我的 YouTube 听。But 重点是美军，不是美金啊，美军是世界太平神。太平神吗？没意思，
美军 US Army 啊，他 US Army is the protector and the peacemaker of the whole world. Therefore, you trust the US dollar. Oh, is a 它是 psychological. Oh, 它是很奇怪的东西来的。这种东西啊，你不会一个普通人拿钱不管军的事情的。对，虽然做什么军是很重要，做什么，我跟你讲了，我们马来西亚拿这么多飞机来做什么？我们拿战斗机 submarine 来做什么？你有看他们打仗的没？看出他身手就有了。这个是信任，很多人不明白的。军其实不是拿来打仗的，一个军是一个信任。你可以恐吓人，一个 icon 这样吗？对，因为没有到今天，没有人敢打任何的人，因为当他打任何的人，除非那个人。是一个癫的疯的啥的想肯下地狱的，因为你一打一个国家，很多人来了，没不是，另外一个国家可以睡掉你的国家 at any time， 因为它有 atom 有 nuclear bomb， 没有一个国家安不差不多这些东西的，因为 nuclear bomb 每一个人要做的话，不是讲不可能不可以做的，国家跟国家好像马来西亚可能没有，他可以不可以跟人家 brother 对接？我可以跟你 brother 对接啊，虽然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可能分分钟跟苏联对接，我那里知道他们私底下的事情，我们根本都不知道的。今天他欺负我，苏联炸到他，我死了，他明天就炸掉他了。谁能敢按那个？没有人敢按，因为他一按，另外一个按，另外一个按，他子子孙孙完全没有了的。这个是 conscious， but 一个人没有保护就没有了。他没有安全感，安全感就是货币，货币就是安全感，相信度，很多人不一定明白哦，我不懂要怎么样解释啊。可是当你一达到这个 level， 你明白哦，原来这个世界是在这边循环的时候哦，阿富汗这个事情美国不可以放弃的，因为他一放弃了的时候哦，退兵走啊，这很大的。现在明天美国跟你讲，我保你，你相信他吗？他妈的，你这样子讲走就走。那、哦、明天我哪里知道你跟我讲哦？你叫我去送死签，他讲那个什么阿富汗的总统都跑掉了，这样子讲话已经完蛋了。他本不应该讲这句话的，他这样子讲啊是什么？他拿阿富汗的那个总统哦当做羔羊这样送走，你没有？他想他做羔羊，他错了，他不可以拿来做羔羊，他不可以拿来做羔羊。他拿来做羔羊，他死了。拜登不可以讲这句话，他讲我们走了的时候，阿富汗的总统都没有保护他自己的国家，他自己都走。他讲的这个，拜登讲的，你知道吗？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，你知道几过分啊？我问。然后阿富汗的那个头就讲话，我不是要走，我要死，我 anytime 可以死。我死了的时候啊，我有很多人要为我报仇的时候，很多无谓的人去死。哇，完了了，现在。所以谁人错，每个都敢。之前你听的时候，阿富汗的领导都逃掉。他美国有错吗？他讲话没有错的哦，因为你听一边嘛，你听另外一边的时候，你又还讲也是哦。像现在搞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现在出军走，像我问你啦，美国有一天来跟你讲你是马来西亚的总统，他讲我保你五年。过后今天呢、啊，你无端端看到阿富汗都可以走的话，你会怕吗？无端端啊，你就走。台湾现在不是尊长了咯？台湾现在心里想，如果有事情的话，你还会被保护我。现在啊，中国现在印度什么国家完全都拿放大镜看住台湾，因为看住台湾的那个小小的动作，因为人家喜欢看新闻嘛。他们现在就是看住台湾什么新闻。因为他讲哦，你看啊，台湾拍了，动作都就是这样的原理。还有很多个国家，吓死人啊！所以讲以这个的角度哦，谁人开始的？特朗普开始的。因为特朗普当时讲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，中了。因为做什么 ？Make America Great Again， 他的 policy 是在国家内，不是国家外，他要把东西收回来。阿富汗是特朗普先讲先的，是拜登做出来罢了。把这个东西什么故事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可是当他讲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哦，
他把所有的 attention 回到去美国。当时的时候啊，奥巴马他不敢讲这句话，因为这什么话讲啊、哦？你们要啊，好啦，你们那个中国那个什么签啊，我们那个 TPP 啊 ，TPP 原本奥巴马 OK 的吗 ？Policy 那个啊 ，Trans-Pacific 什么的吗？然后过，因为美国他要同意嘛，你拿美金，你一定要同意你，你美金是你印的，每一个人都看你头的吗？每一个人都吃惯白粉了的啊！你我就拿你的美金来做世界货币，这样好像啊，El Salvador也是拿，然后 Venezuela 我不知道其他的，我们马来西亚拿来买东西，我们都是用美金来兑换东西的吗？我们拿哦美金跟加拿大，我们拿美金来讲哦，加拿大是几多钱兑美金，我们马币兑美金几多钱，所以我才跟加拿大换的吗？是这样子讲吧？重点是在哪里呢？美金已经降了过后，你可以看到世界四个货币在倒住，四个货币倒了，我们不要讲四个货币现在在倒住，津巴威、委内瑞拉还有几个国家在倒住，阿富汗就这样子，缅甸啊，这个你不知道，我们 BM 昨天去打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妈去打，你看到他在什么坐什么去的吗？我没看他坐什么去，他坐飞机，哦，他坐 private jets。四个人在那边坐餐桌给人家拍，哇 ，private jet， 人家在，这个我不是在做，我这讲出新闻讲的东西，人家在那一边水灾，他坐飞机过去去打，四个人在那边吃东西在飞机里面，我看到的照片是这样的，我没有讲多啊 ，OK， 他下飞机的时候去去打。的时候，一下飞机去打的时候，去打淹水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印一个 banner， 欢迎 Prime Minister， 约伯，要去印哦，不相信？有几十辆的车跟住一个 Prime Minister， 太嚣张了吧？飞机坐。你要你做 first class 就好了咯，还要做 private jet， 不需要吧？所以讲这东西是这样的。最后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？你可以恨，你可以讨厌，可是你改不到事实啊。你可以咒，你改不到事实啊。嗯，有钱人有权力的人还是有啊，这样倒不如这样子了。你问一下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东西才可以啊？安安全全的去买一下房地产，你想要学的话，要跟我学的话，有机会学吧。太夸张了啦，世界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这样子看下去啊，你的世界哦是灰到不得灰，你早上起来你根本都不想起来啊。你明白这什么意思？老师，我们每个人哦，现在的情况啦，做工也好，做生意也好啦，你有什么 advice 给我们 ？To protect ourselves, to care about ourselves.What do we need to focus right now, actually? 要我讲故事给你们听啊！哎，好啊，好啊！牛跟狮子的故事。要的话哦，写 story 在这一边哦。可以的话，你叫一杯酒给我喝先，因为我肚子有一点点。Bro， 牛跟羊的故事你要写。牛跟狮子的故事。有一个晚上，没有，有一个早上，太阳一上山的时候，牛呢？就出来了，他出来在吃出草的时候，无端端下很大雨，风吹很大，哇，当吃草的时候风很大又下很大雨，早上7点多的时候，哇，很不舒服了，因为刚刚才漂亮的世界无端端下大雨，哇，你又很不舒服了。风又吹，我们幻想一下，牛就完全散完了，走，完全走到完了。有一只牛，它跑到很远去吃东西。哇，下雨的时候，它回来的时候，我看不到它的牛的朋友了。可是呢，很不幸运的，找不到它的朋友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它也忘记了怎么样回家。当时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慌，可是牛呢不怕，再走，
在走住的时候哦，他看到一只狮子哦，啊，这只狮子跟其他的狮子不一样，因为这只狮子很可怜，因为这只狮子呢，给一棵树倒下来压住这个狮子，这个狮子呢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这个牛走过的时候，他看到，哇，可怜哦，这个狮子给树压到哦，然后呢，当时的时候在吓住你。牛呢就经过的时候，就听到狮子讲：“牛啊，我看到你了，救我啊，救我啊！”那个牛就往回去，狮子讲：“牛啊，求你啊，救我啊！”喊到很可怜，牛就心里想：“很辛苦。”他就跑过去那边看一看那一个狮子。跑去看看啊，是讲牛啊，谢谢你啊，真的真的救我好不好，我真的很痛，这一只树枝压住我真的很痛。这只牛看住他，他讲：“狮子大哥，我看到你我也心痛，因为我也想住我的家，就是啊，我也想住我的小孩子。你可以的话，你放我走，你跟我拿掉这个树枝可以吗？你只是拿那个牛骨，我拉上来就可以了。”那牛说：“狮子啊，我这样子做是很小的问题，可是狮子，你不要当我是笨的，可以吗？”狮子讲：“你帮我啦，怎么你讲你笨？”他讲：“我拿了过后，我不怕给你吃吗？我拿了，我救了你过后，怕给你咬啊？我看到你的排骨，你应该很多天没有吃了。”狮子讲：“我不可能吃你的，你是我的恩人，你帮我。”狮子讲：“我不会吃你的，你真的相信我，你真的救了我，我会很感恩你，我们变兄弟。”你看到狮子讲，他讲：“我不会吃你，我会当你是兄弟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会照顾你。我真的，我是狮子，我讲话算数的，我讲话算数的。”狮子嘛，他不是老虎嘛，狮子你知道吗？所以讲，牛呢，就是你讲，算了吧。狮子从来没有讲过他不做的事的，这个是狮子，不是老虎啊，你搞清楚啊。So， 那个牛就跑去那边拿他的头撩撩撩，开掉。狮子起来了。狮子一起来的时候，狮子说：“谢谢你牛，我从来没有一个朋友我觉得到值得交，因为你真的给我感受到你真的相信我，我们就是好朋友，好朋友。”哎，那不敢了，不敢，朋友。说、so, 他说我们今天结拜兄弟，结拜兄弟。说、so, 要怎么样结拜兄弟呢？我们一定要去家里结拜，我去你的家，你来我的家，我们去结拜。那个牛哥讲：“不需要不需要，既然你就算了。”狮子讲：“不可以。”不可以，我们是一定要。你讲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因为我好似记咩？这样那个牛就讲，讲啦讲啦，我帮了你，我就帮到尾啦，我诚意一点，哦，你来我的家先啦。所以牛就心里讲，狮子来家有什么事的？还有很多兄弟嘛，对不对？
所以那个牛就邀请了狮子来家先，解白吗？像他请了狮子来家的时候，他就心里想：妈的，我们牛吃草了哦，狮子吃肉了哦，来家的时候怎么样请他吃东西呢？要请他吃什么呢？是不是很头痛？对对啊，这样那个牛他就想了啊，姐姐的没有办法，他出卖，因为兄弟，他出卖兔子跟出卖鱼，所以他就去拿了一些兔子跟拿了一些鱼，准备在他的家里吃食物。说、牛爸爸、牛妈妈、牛小孩、牛哥哥、牛妹妹，完全都在那边吃草。狮子朋友就来了，牛大哥讲：牛大哥，结拜，我们吃草啊，我准备了一些兔子，还有准备了一些鱼给你吃，可不可以啊？狮子讲：果然是好兄弟，哇！就吃，他讲兄弟，我很久没有吃这么小样的东西，原来这么好吃的。兔子太简单了，鱼都没有想到你可以弄得这么好吃。明天你一定要来我的家，我准备给你。哇！牛大哥讲，你开心啊？大哥讲，大哥有你这个兄弟，谁呢不好？谁不好？谁不好？哇！牛大哥讲，哇！我弄到狮子大哥开心，所以牛大哥明天自己一个人就去了他的家里。啊？狮子大哥呢？他一来坐下来的时候，牛大哥看到好像一大堆肉，因为好像没有青色东西在桌子，他看到红红色还坐下来，哇，这坏水啊！他讲这是要吃什么呢？狮子大哥讲：欢迎你来我们的家，这一只羊我们养了很久了，今天我们把这一只羊给献大家，我的家人一起吃。牛大哥，你也一起咯。牛大哥讲什么？屌了我，我都没有吃肉了，怎么样吃哦？他讲，牛大哥，狮子大哥，我不吃肉的，我是吃草的，你吃啊，这个羊啊，你们吃啊。你拿你最好的，这么辛苦，你不吃草，你不吃肉，你吃草，你特地去拿兔子跟鱼给我吃，那个是你最好的。可是我这只羊养了几年，我献上给你最好的，你不吃。你不吃，那个牛要去洗鸡耶。他就拿了那个脚，牛的脚，你不吃我就吃啊！你不给脸我，我惩罚你。那个牛的脚，啊不接，牛就，哎呀。你在我的家闹，他又在咬他的另外一个手，哎呀，他不小心推走那个狮子，你打我，他在咬他另外一只脚，哎呀，其实所有这一件事情，狮子是很有忠直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来到他的家里的时候，游戏规则是以他玩的，所以讲人
要背叛你，不要讲一个原因，一千个原因他都会给你。狮子的本性你忘了，所以讲今天啊，美国军，美国他的本性外面是看很善良，做事情未必是，包括很多很多人做事也是这样。所以说最后学习保护自己会比较好一点。你看我做领导，我也没有叫你相信我的，我真的做了东西我给你们，我送上给你们，你们拿，你不用看我，对，这个就叫做领导。是我很有钱，我有钱也不管任何的人的事。你要知道真正你可以得到什么东西，你自己去学，你自己去创造。一个狮子要拉你进来的时候，他讲你得罪他，他赌了，他生气拍台，他咬你一只脚，他讲你不尊重我们这个兄弟情的话，由他讲了，你特地最好的你可以出卖掉你的兔子跟鱼。狮子他讲他养了这一只羊养了几年，你催他，他讲你那个是你最好的羊，是我最好的，你不吃它，你不给粮，我今天咬你的左脚，你再大声你就不有礼貌，我咬你的左手，你推我，你用你的右手推我，我咬你的右脚，最后反正被咬了咯。没台湾没啊，你没感觉做咩？你咁样听我听我咁样嘅？我冇，因为我幻想紧现实生活中嗰啲人啊，现实生活中嗰啲人啊。咁啊，你咩咁咩睇法？我觉得啊，平时好似我哋，好似你平时教我哋嘅咯，自己一定要做坚强自己咯。So， 你知嗰阵时啊，好多人啊，好想嚟 take advantage 啊等等嘅嘢啊，佢哋其实真系爱攞便宜啊，你知我。所、so， 以你教晓我哋自己要做得坚强自己哦，自己要坚强自己啊！真的，现在谁人来到我都不会觉得很害怕那一种。然后要坚强自己，不单只是钱，钱是额外的东西啦。我是觉得，那个是it's a byproduct。对 ，money is always a byproduct。你知道吗，老师？那一种未来的那种安全感，你明白感觉的？你知道你未來前面嗰度啊 ，future 啊，好有嗰個安全感啊！你知道喎，你只要有一個 knowledge 喺手上啊，你起碼不停有 knowledge 啊，你會有一個唔同嘅自己，俾到唔同嘅屋企人。所以頭先你講咁樣嘅樣嘅嘢嘅時候，咪我會 imagine 之前我哋過嗰啲生活啊。啊，以前啊，以前我們過啦，俾人家出賣，俾、啊、人家玩，俾人家做，開動啊！所以我們不只是。啊，请他一个人来我们的家，我们请他全家来我们的家，好像以为是完全是甘榜人，对，就是里面来的时候要打抢，对，所以以前经过这种时候，就像刚才你讲的那个故事哦，我你不用问我的，我一定不会救那个狮子的。所有给人家出卖过的人哦，不要当成那个是一个可怜的故事，过去了就过去了咯。Move forward, move in front 哦，因为有很多人哦都想着以前他怎样怎样，哎呦，以前是以前的事情哦，你现在前面的路啊要怎样去跑，那个才是重要的路来的，对吗？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吗？对，一个又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哦，只是给你答案，是真的是很对的东西来的，真的只是给你答案。OK， 我的朋友这集啦，本身啊就来跟我分享说来。克莱啊，你买这么多个房地产哦，你们不怕？等一下哦，你这个老板炒掉你的时候哦，你公布掉哦。第一，我跟他讲，我知道房地产这个游戏规则哦，怎样玩法的，因为怎样刷的，对，因为老师有讲得很清楚 ，calculation 的 risk 啊等等的东西的。我那几百千拿了差不多整百万。OK， 所以我回答第二个问题啊，如果你的老板炒了，你不要脸，你老板这么的恨。OK， 你看啊，老师其实讲真啊，要走可以走了的啦，我们，因为这种梦太有钱了你们啊。然后
有钱那个是另外的事情了，我们懂得怎样去赚钱了，对不对呀？因为 Adrian 老师已经讲了我们两个，我跟 Gabriel 有很多的东西了，但是重点哦，不是说你要走不走，你老板要不要炒你啊，你自己的知识有没有先，自己的知识有没有学到先，你没有，你把它整个图画拼起来最后就是他这样子突然间 retrench 哦，也就是美国，他不明白他的那个宗旨在哪里，他忘了叫回去啊，哇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impact。因为军队就是货币为王，军队就是为王，因为信任就是美军的货币，美国的货币，美军就是货币。哎，28000卖了我的店。对了，拜拜大家，是师傅刚刚有给他 tip， 他们问是不是给他 tip， 是有刚刚。师傅每次给人家 tips 了 ，OK， 改次哦，师傅来到你们的店吃东西一定要师傅，拜拜。